中国是一个不同的操作系统。什么是操作系统呢？就比如说中国像 iOS 一样，国外像这个安卓一样，中国完全的底层架构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从用户而言的话，在美国是 Google，在中国是百度，在美国是 Facebook，在这边是这个 WeChat，这个微信，那在美国是亚马逊，在这边是淘宝。那支付也是一样的，在国外的话，可能大家习惯用信用卡。现在我们在中国这边出行不带钱包。其实一个程序的话，在美国去工作的话，可能在其他地方去运营的话，可能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。但中国不一样，中国是另外一个操作系统，就像 iOS。那到中国来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得把代码重写，不然的话就是一个程序不能运营。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 NBM China 在这边做的一个事情。就基本上我们有自己的团队，整个完全一套独立的一个体系，基本上可以看成是一个不同的公司，完全独立的公司在运作。